大家好，我是 Samantha PTS 的特约报道员。今天我会同大家介绍一个我哋铺头引入的全新品牌 Furro Concept。咁 Furro Concept 咧就是一个加拿大品牌啦，佢系一个全美国制造的新一代生产商嚟嘅。佢哋嘅概念咧就系集合咗即系大家唔同嘅意见啦，去制造一啲真系啱用家嘅装备啊，同埋一啲配件咁样嘅。今次咧，我哋 PTS Steel Shop 咧就引入咗两款唔同嘅战术背心同埋其他嘅配件，咁就希望咧，大家可以玩得开心之余咧，试多啲唔同嘅品牌。咁今次咧就等我逐一介绍佢哋嘅装备系点样用啦，同埋点样去配搭噶啦。喺我隔篱咧就系今年美国 Short Show 最新推出嘅 FCPC 第五代战术背心。話明第五代就梗係有啲改善啦，係咪？咁佢咧成個設計都輕量化咗嘅，係因為佢用咗500D 嘅尼龍去製造，咁比起之前嘅1000D 尼龍製造咧，係比較輕身啦，同埋耐用度亦都係咁堅固噶。咁大家咧可以望下呢件戰術背心嘅前面，膊頭呢個位咧，左邊有一個鋼環啦，右邊咧有一個一寸嘅金屬 Cobra 扣。咁呢兩個扣咧係可以左右互換嘅，咁就方便翻唔同玩家嘅需要啦。前面呢度咧有兩塊好大嘅魔術貼，咁就係方便用家咧可以黐翻佢哋自家嘅 Adapt 系列產品啦。咁例如上面就可以黐翻一啲 Admin Pouch 上去啦，而下面呢個位咧就可以黐翻呢啲 French Panel 上去嘅。咁呢度有啲扣一啲窿仔啦，咁就可以扣翻个扣上去，之后咧再黐翻实个 French panel， 咁就唔会喐嚟喐去啦。好，咁大家咧可以望下呢件战术背心嘅侧边，侧边咧有一个 Adapt 自家系列嘅三寸腰带，咁佢呢啲黑色呢啲位咧，大家可以见到佢系一个由 laser cut thermoplastic 制造嘅位置嚟嘅。咁咧，呢個位置就可以做到咧，又輕身又硬同埋耐用啦。上下咧各有一條 Molly 位嘅，咁咧就可以俾大家扣翻唔同嘅 pouch 上去。如果想加強保護性嘅話咧，就冇問題啦。因為咧入邊有一個魔術貼嘅位置，可以俾大家咧加翻一個6×6寸嘅側板袋喺入邊嘅。咁側板袋入邊咧都可以加翻一啲側板上去，咁就可以保護你嘅身體啦。咁睇完側邊咧，就望埋後邊啦。咁後邊咧，大家都見到呢度咧有一個6×10格嘅 laser cut molly 啦。咁左右兩邊咧都有拉鏈位嘅。咁拉鏈位咧就係俾大家咧配搭翻佢哋自家 Adapt 品牌嘅 back panel 嘅，就係呢啲啦。咁樣咧呢個拉鏈咧其實非常之方便，一扣落去啦，跟住再拉，跟住呢邊扣埋俾大家睇啦。扣落去一拉，咁就搞掂啦，系咪好方便呢？但系咧有一点大家要留意翻，就系佢嗰个 size 咧系唔啱 Cry 推出嘅 back panel 噶。咁今日咧就介绍住呢一款战术背心先。如果大家想留意更加多 Furro Concept 嘅产品咧，就记住留意我哋 Facebook 啦。